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10月1号，那个太麻里平交道，太麻里平交道，18:35，首播的是317次，新左营发车，经由南回线开往花莲的彩莲之桥准备通过了。晚35分。在著名的樱花平交道，这可音乐下晚餐。准备通过317次，我餐饮之桥。拜拜，我的317次，九南回线开往花莲的地啊。3件行，九南编组站之前，我在太麻里平交道已经动过了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，感谢各位，再见。好感动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